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修炼的讲师高裸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我们刚刚讲过什么？用 PDO 的预处理方式能执行四个语句，对不对？对。咱们在实例里边只讲过执行插入语句，嗯，那更新语句、删除语句会不会写呢？会。语句是同样的，你看啊，为大家可以写一个这样的格式，比如说，这不是执行语句吗？嗯。我们把插入语句这块，比如说，如果我换成更新语句怎么写呢 ？Update 更新表 users， 对不对？对。设置什么？比如说名字等于问号逗号，年龄等于问号，性别等于问号。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呀？嗯，对吧？然后后边加 var 条件， var 条件 id 等于问号，对吧？或者都换成名字参数，冒号 name， 冒号 age， 冒号性别，然后冒号id，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啊？嗯，这是更新。删除语句呢？同样，我们也可以怎么的？这样 delete users， 对不对 ？user 表 var 条件。ID 等于冒号 ID 或者是问号，对吧？然后我们在使用执行的时候用数组绑定就可以了。那现在我们处理这些呢，套路是一样的，包括用它执行什么像授权用户啊、创建表、创建用户、也都是可以的，听懂吗？那我们这里边是不是语句当中分两种呢？对，有一种是查询语句，查询语句我们需要处理结果，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节课我们重点介绍如何处理结果。那处理结果呢，我们就需要写一个什么，我们需要对写出查询语句来。嗯， circle 等于不是 circle， stmt 等于什么呢？ pdo 里边准备语句 pre 对吧？嗯， select select id name 年龄性别 email， 对不对？当然了，我就写这个密码我就不用了，对不对？from 从 users， 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写，然后我们在下边怎么的用 stmt 里边 execute 执行，对不对？如果这里边加条件呢，我们也是可以的。var 条件 id， 比如说大于500，并且 id 小于800，是不是也行？对吧？后边再加上什么 limit 什么的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数据小存数据呢，跟原来一样，我们可不可以用参数？用名字参数或者是问号参数？可以。我现在用问号参数，这里边是不是存个数组？嗯。里边500、800，是把500付给第一个问号，800付给第二个问号，同样可以执行。那最主要是执行完，我们得看一下这个结果，对不对？嗯。那这么执行完呢，我们是怎么的？没有结果的。看一下，是没有结果。对。对吧？那我们现在这么多结果怎么显示呢？就需要我们这里边用到这个函数，对 ，fetch 函数，它返回什么类型啊？是不是什么类型都可以返回，对不对？里边参数咱先不说，好吧？那什么类型都能返回呢？它一次性跟前面咱学过程化买结构的一样，一次性获取一条记录。stmt 里边有一个 fetch 这个方法，看到了吗？一次获取一条语句。换行，然后获取完之后怎么的？它还可以获取什么？第二次获取，获取第二条语句；第三次获取，获取第三条、第四条，以此类推。当获取不到就返回家，跟咱们过程化学过的 MySQL 下划线 WHERE RW 是一样的。其实它跟这个是一样的，两个默认都获取的。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呢？我现在是不是获取三条啊？嗯，四条，是不是？关联和索引在一起的，然后如果没有数据它就获取到，是不是返回假的？嗯，所以我们这块可不可以写个循环过去？对，这块 while 循环，比如说一行数据等于
什么 STMT 里边有个 FETCH， 然后 PRINT 象限二打一这一行数据 ，ROW 是个数据，对不对？再换一行，看一下，我们就能把所有的符合条件的数据，是不是都给我们获取到？对，关联数组索引数组都获取到，对不对？嗯。那如果我就想要索引数组怎么办呢？或者我就想用关联数组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得看这里的参数，嗯，听懂吗？那看这里参数，我们有什么参数呢？看一下，这里参数有哪些呢？当然，参数也是常量。预处理有哪些啊？跟 FETCH 有关的，看到了吗？嗯，对吧？其中这个就是获取什么数组啊？索引数组，这个就获取什么？关联数组，这个是默认的，两者都获取，对吧？比如说我现在想获取索引数组，直接我们在这块放入这个就可以获取索引数组了。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是不是获取都是索引数组？如果我想获取关联数组，把这改成什么 NUL， 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就可以获取这个索引数组了？刚才能获取的是关联数组，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解密方法把它都转成变量啊？是不是有啊？有。那我们这块既然是关联数组，我们可不可以用 list 这块去接收，都变成变量 ID name， 对吧？年龄、性别、email， 是不是可以啊？嗯。然后我也不输出表格了，我能不能不是我不输出这个直接数组了，我能不能在这块输出表格？嗯，可以吧？上边 echo 一个 table bordr 边块等于一，对吧？对。然后，边块等于一，宽度等于，比如说800，然后 legend 等于 cntr， 是不是这样的？嗯。然后我们这里边循环一次，输出一个什么 tr， 结束，输出一个结束的 tr。斜杠 tr， 然后输出一个斜杠 table， 然后这里边有几列，我输出几列 td 斜杠 td follow for id， name 年龄性别 email，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表格就出来了？嗯，这个数据对不对？对。所以呢，跟原来申请表格的是不是差不多呀？嗯，很容易，我们就能写出用它获取表格的。所以这个原理，这一个就相当于通过存不同的参数，就相当于我们过程化里边的有 MySQL 下划线 FETCH 下划线 ROW， 是不是这个？对。还有 MySQL 下划线 FETCH 下划线 ARAY。是不是相当于它那里边多个函数啊？嗯，通过存不同参数解决，跟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嗯，对吧？对，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假如说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咱们在课程里边讲过一个问题什么呢？处理结果集这个 STMT 这个，咱们用 QDLY 执行的时候可以直接便利。对，是不是说过这个？嗯。那我们在这里边可不可以直接便利呢？咱们得试一下。它本身是一个对象，不是数组，对不对？对。For each 变了一下，到了 STMT 里边作为一个 ROW 一个数组，我这块打印一下，输出一下换行，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对，也可以。所以它和那 QDLY 道理怎么的都是一样的，明白这意思吗？明白。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可以获取数组，那我们在这块儿，我保存一下好吧，这块儿 1.php， 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获取数据呢？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获取数据呢？有一个什么呢？在我们这块儿，也就是我们 PDO 里边有一个直接把整个表获取二维表的方法，这个参数返回的是二维数组，参数跟刚才那 FETCH 是一模一样的，嗯，对吧？它能获取整张表的数据 ，print 下划线 r，
所以我们这也是经常用的，直接用 STMT 里边 FETCH 下划线就没有下划线 LR。 你看一个表的数据都是用二维数组合的，对不对？对。如果咱们过程化获取，那个是MySQL 过程是没有直接获取形成二维数组的，咱们必须用自己的方式把它组合成二维数组，对，一条条取往那个数组里放就组合成二维数组了，对不对？而我们这里边呢就可以直接有二维数组，对吧？对。而这个二维数组现在是什么方式的二维数组？什么？是不是也是索引和关联混合的？那我们怎么把这个索引和关联混合解决掉？参数是一样的 ,PDO, 冒号冒号 ,FETCH, 下划线 NUM, 这样的话就能变成什么数组啊？赵鑫姐，是不是就变成索引数组，把索引数据存起来？当然了，如果你想看表格更好一些的话，你可以 PRE 这种结构去看。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里边，这个通常跟我模板配合用的时候居多，在 PHP 里边获取二维数组，然后我们一个发送给它发送到哪儿啊？模板那一段，但是模板咱们还没有讲到，所以这块咱悬着，咱先不详细的把它变出来。看，这数字二维数组格式是不是就出来了？对，我们只要便利它就行了。这是一种方式。那如果在这一个界面上，在这一个界面上，我们现在有两种获取方法，对不对？嗯。那有的时候我们获取并不是像这样去获取一次，有的时候我这一个查询结果从里边获取多次结果，对不对？也就是这个函数 FETCH 的一个函数和这个获取所有的函数会执行多次，对吧？执行多次每次都穿参数，这样不是不行。那假如说现在都获取是索引数组，突然有一天我说都把它改成关联数组，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改啊？对，所以它有一个简化的模式，也就是在处理结果集之前，对吧？可以设成统一的模式，获取结果的模式，也就是这个模式。什么呢？有一个参数叫做 set 获取模式的方法。看到这个了吗？嗯。这个方法在处理结果之前，可以设置，对吧？结果的模式有哪些呢？这块有个 STMT 里边有一个叫做这个方法，哎，好，听一下，这个方法里边我们可以设置模式，可以设置什么呢？冒号冒 FETCH 下划线 ASSOC。 如果我在这最上边设置结果的模式，那所有在这个设置之后的代码，你要么使用这个函数，要么使用这些函数，都不用加参数了，这一个都可以搞定，对吧？对，非常方便。那比如说我把这个参数删掉，你看我把这个删掉，我们看一下结果是不是只有什么数组啊？只有关联数组，对吧？那如果我把它改成什么呢？我只要改这儿，不是改这个参数，改成 NUM， 再看一下是不是全变成索引数组了。嗯。所以在这个方法以下的代码都归它获取的那个模式，那个数组的格式都归它控制。记住一下，以下的代码使用 FET 或 AL 都是使用这个函数，这个方法设置的数组的格式。你在这些方法里边就不用指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节课重点讲的如何处理结果可以直接便利，但是那种方法不建议大家用，对吧？你就当没听过。还可以使用这个单条获取，对不对？还可以使用这个整表获取。单条获取和整表获取的时候都可以设置数组的格式，对吧？那也可以统一设置，就通过这个 set batch mode。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如何处理什么？处理数据的查询结果。对，好，谢谢大家，这节课我们就介绍这里。好，这节课到这，再见，拜拜。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总结能力非常差，胡乱学习，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为此，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出来一个高大威武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